来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那么第一首是我们非常浓厚的异域风情的歌曲，好的，我们的 PK 对阵模板一v一模式已经开启，左侧投出我们的武媚娘，右侧投出我们的唐轩凌，感觉冷飕飕，回忆它左耳飞进右耳飞出，让我矫情头痛，一颗心悬空，分手的无中原因，那个理由你说舍得很熟，感觉难离手，我需要一桶冰块，一条毛巾，靠在清醒之后，不就像家丑，爱凭什么叫人想东想西想不开，你为什么在我睡的时候，人生马达电动缝纫机，来看看我们兄弟们公平能不能受到这个频率，谁的 Tango 到处都无所适从，混乱的绝情的，来，双方票数仍然在拼命的疯涨，来看谁能获得最后 PK 环节的胜利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节奏突变，我看到双方就是加快了频率，好的，时间到，那么现在还剩下最后的56秒的投票时间，那么双方各有25秒为自己拉票，来，首先有请我们的武媚娘，有请。等一下，这个我不是，谢谢你们的投票，感谢所有人的哥哥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还有我们家的所有的哥哥们，谢谢，谢谢宝宝们，感谢你们的投票。来吧，我说不出话了，有点。好了，下面有请我们的琪琪。那么喘气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拉票方式，来，有请琪琪。此处无声胜有声的。那么琪琪开下麦，有请。好，如果你那个字不叫琪琪，那就是我念错了，能告诉女字旁加个琪念不念琪。好了，兄弟，两主播就表现非常哇塞风度，他们也表现非常哇塞缘分，他们都穿着了女装，表现出非常哇塞电动的小马达的频率。那么比赛还没有结束，距离人气投票还有最后的45分钟。
那么若您支持各自的主播，想要在稍后十秒钟后下跳他们的频道，每人每号限投十票，比赛结果还未揭晓。再次为两位主播点赞，他是来自我们的